大量到外地，没错。然后其实我非常有一个目的，什么目的？因为其实我的名字跟这部电影是齐名的。是吗？英文名字啊。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？我是台开，所以英文名字叫 Open Open。喂，对，台开的嘞，那台开不就是 Open Open 吗？那也太巧了吧！哇，不得了，现在会带梗来耶，好快。就是真的很巧哎，我就读这个下的，大家看我这个动力的鼓掌，哎呦，鼓也来了，漂亮漂亮。其实我们办在后来看他们跳，然后我其实已经看过了，因为在前几天就有朋友传，在一个车站看到他们在表演的影片，对，在电视在宣传，传给大家看，大家觉得很酷，对呀，超酷，而且我觉得跳的比体能都好。哎，你怎么这样？看有说不要说，对呀，你讲那个没来的就好了嘛。请问梅姐也讲两句，你怎么可以忘记爵哥呢？爵哥有带礼物啊，我就是专门来送你的，他代表真的是音乐。导演就说：“该不会他就是礼物吧？”哎，哇，这太可口了吧！而且你穿那么多，应该快热死了吧？来，快说你送了什么礼物 ？OK， 这是准备了一个凤梨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双重意义，因为这个女主角花花呢，暗恋的男主角就叫做凤梨头，对。然后呢，也希望暑假这部片呢可以好运旺旺来。哇，太棒了！哇，会讲，好会讲啊！连杰不愧是才最近演出新专辑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们要邀请连杰可以加入 Open 家族。那 Open 讲他是好会讲，没有好会讲哦，对不对？很会讲哦，而且要赚那么多钱，只送一颗啊啊 ！OK， 但是这一颗钱度高。最旺最甜的，谢谢湘西音乐，他们的音乐结合了 Open Open 这个双赢，谢谢谢谢，来合照留念。